很有趣学校。怎样有趣？我也过去海那边玩了。他们是生态小学，所以他们学校没有钟声。别的学校有操场，他们没有操场，他们的是滑板场。别人来这边的时候都说好漂亮，走出校门就一片海在他们面前。弟弟喜欢自己学校吗？喜欢。对，多喜欢，跟我们讲一下。很喜欢。觉得爸妈辛苦吗？辛苦。他回来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相处到，有时候会没有，就是会遇到爸爸。跟妈妈讲说你很孤单吗？不会，我会心里会觉得很孤单啊，可是不会跟他讲不孤单。是怕他们担心？应该是算。我不想去台北了，姐姐以后她就要去外面啊，然后对啊，就没有人可以照顾爸爸。好，你要写一封信给屏东的天使，那你给谁？屏东开始，对，开始屏。我以前是想要做警察，还有特种部队，因为爸爸说。也当医生比较赚钱，然后现在又想当医生，对。坐那边没错，然后姐坐那边。你们记得上次的这封信已经回来了，有没有很期待？有。那我们请姐姐来念一下。亲爱的伟伟，谢谢你写信给屏东，你有疼爱你的爸爸妈妈，真幸福。我们也希望可以带给你更好的学习环境，一定要平安快乐长大哦！你念，县长阿贝，县长叫什么名字？潘安。你收到回信了？你有想到是县长回你吗？没有。你那时候说很多愿望，然后现在有一个人出来帮你哦。我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哟，你是伟伟，那你是？我是易云。易云，这个做医生哦，做当医生要念很多书哦。你有没有在念书？没有。县长阿伯考试一下，九乘以八多少？二十七。好，我就是网路替代马路，啊，用电子白板取代传统黑板，安尼呢，学生囡仔袂输在起跑点，你会爬树还会带浮潜，那么厉害啊！人家台北的孩子或者在都市的就没有办法，爸爸妈妈就是希望你们在农村快乐长大，有一个很好的回忆，还有童年。这是都会的孩子没有的，所以你要好好学习哦。